心爱宽啊，量爱大。咱若是心量会往往呢，咱的习气啊，有时阵贪多一点嘛，那一点嘛会贪，愈累积呢，啊，就会愈大。小贪做，那大贪嘛就会定定现形。所以咱爱个心过好好，唔通贪多，消带非分之财物。其实每一天的生活，每一个人呢，那两碗饭啊，三项菜一个汤，应该呢三顿安尼都已经真充足，对身体营养供给有够啦。一个家庭，人人所需的嘛，只不过是安尼。每一个人的身躯，会当穿的呢，互你逐工换啦。每一工一个身躯嘛是一束衫，到底咱几束衫来换？已经呢真干净啦，厝嘛是同款啦，会当住的。真正咱逐工使用会到的范围有偌大？其实真正使用会到的，只不过是安尼小小的范围而已。也阁有虾米好去谈嘛？行住坐卧的气苦，其实呢，无多啦。那咱一世人呢，庸庸碌碌啊，这样呢真辛苦，到底为着什么呀？辛苦的，不是干那为着生活的辛苦，让人最辛苦的是心无满足，让人辛苦。所以因为这个心无满足，大小都要贪嘛，那安尼呢？那对真痛苦，所以咱应该爱来培养，用善念，要用爱用出了呢，咱的善念，时时培养这份的善念头，对家己呢。好好控制咱生活的范围，物质使用的范围，唔通呢？有迄种非分啊、无正当的范围，所以咱来时时把咱的心啊、心念的轨道范围呢，固守好好。咱那些对别人啊，咱来培养一个真开阔的心，时时呢爱知影安怎去容忍，安怎去包容，咱爱用真开大的心，安怎去原谅，对家己严格的规律。对别人呢，宽容的对待，所以咱物件家己使用的，会当呢较简单呢，较少呢。对别人呢，互人较精细、较好的物件，较侪呢。原来会当安尼啦，咱宽仁乐己啦。自然啦，咱都袂讲伫生活中的规律呢，犯错
所以咱来时时培养一念善念、宽厚的心念，咱也会当安尼。那自然咱逐天的生活应该呢，会真平安自在呀。只是对物质的贪图，做真多的业吧。其实呢，咱对人甲人的中间，用人的人力啊，嘛是非分之用。小的呢，就是定家己的小小事业，贪人的啊。人力啊，那有的呢，不是为着家己需要，但是呢，就是去拐骗人，去从事呢不正当的工作，或者是呢，去拐骗人去做劳动的工作，真辛苦那。道理呢，在咱的生活中，伫咧享受，也有的人呢，就是啊，素人的家庭啊，生活呢，安尼活生生拆离开去啊，这拢是一粒心啊，所以咱日日呢，都爱甲大家人。心，咱爱把这颗心顾好，时时爱培养迄个善良的心，时时伫待人处事呢，咱爱有宽容大量。那一旦安尼啦，咱就袂伫这个人生的轨道去。脱散去吼，那下面呐，咱都搁讲吼，有福无数以来，至于今日啊，却上过破福，提点起业啊，轻轻消道，这段文呢，就是讲。咱人为着无生无益啊，就是做生意啦。不管是伫过去生，或者是伫现在生啊，无定着，咱有安尼做着，伫外面伫咧无益啊，咱去买歹的物件，去换好的物件。那好的物件呢，就便宜去卖真贵的，等等啦，这呢，拢是伫这个行商做生意呢，看安怎做。那有的呢，伫迄个开店哦，就是讲有店啦，开店，或者是伫市场里吼，有的人唔免用店，都、就是干那用贸易的。做中介啊，这批货，安尼，甲你订货买来伫这个所在，啊订的货呢，好歹唔知哦，价钱呢，关价唔知，但是呢，伊，这个做这个贸易这种的生意的人，伊无定着利润摕真高呐，无真好的货呢。甲你讲是真好诶话吼，哈，亲像安尼会无用啦，或者是呢买来伫咱诶店面伫咧卖，卖俗卖贵呀。有诶人呢，就是用钱
亲啊，啊、哦，这轻轻的亲啊，或者是小小的道吼，那轻轻啊，有的呢，那未较粗的啦，较重的，较早叫做用牛啊，都是真大的亲。有的人几包的米啊，或者是呢几米路的旱子啊，那是超过吼。所以不是用亲啊，会当亲哦，那都要用牛啊来牛归金，那迄都爱用一支棍啊吼，啊绑伫迄包尺，或者是米箩，两个人跟着，这一个人呢，看去刷迄个亲腿吼，面顶呢伊都是金啊，安尼一段一段去，这是较粗俗。哦，有诶，原来会伫这个牛啊的面顶呢去做卡手啊，过去吼、哦，哦，有安尼的一个公案，都、就是一个故事啦。有一个做大生意，不管呢是五谷杂粮，伊拢总卖，不管是啥物物件呢。伊这间店呢真大，不管呢用刀、用钱、用牛啊，拢总有。所以啊，伊呢直直想，我安尼做啊，这拢真粗重啊，安尼赚的钱呢袂紧啦，同款呢，安尼一斤一两啊，或者是百斤、千斤呐、啊。赚的是固定的利润，伊就去想想出办法，伊用这个牛啊，甲内底呢挖空，因为伊有这块这大机啊，所以呢，伊甲内面挖空，内面呢就放水银，水银的灶啊，啊，所以呢，伊。讲这个牛啊，伊要买入来的时，伊呢，就安尼改牛啊改徛开，安尼较水落去，自然呢，这粒水银呐、啊，伊呢，就会往牛啊的后面走去。那明明人一百斤来啦。来到伊家，穿起来呢，扭起来，无啊，八十斤尔，你真闹一百斤，我明明伫阮家都是扭一百斤啊，来到家哪会八十斤呢？啊、哦，无你家己扭看卖咧，伊呢，另外提好伊，还是呢，往后面的所在倾斜，扭看卖。对啊，那也真奇怪，那也变安尼啊，八十斤都八十斤啦，一百斤，摕八十斤的钱，哦，用安尼的手段啦，这啊，那是要卖出去的时呢，啊，这个牛啊，都往前，还是穿起来。其实啊，只有五十斤的物件，伊会当摕七十斤的钱，因为呢，伊的亲啊，那往前，自然啊，迄、那个亲啊，买就会较巧嘛，所以伊就会变成了，唔免遐济物件，伊就遐济的重量，所以。平常人讲偷金减两啊，伊所偷的金数呢，唔是讲吼几两，或者是几斤，愈多愈重的物件，伊所偷的呢，重量是愈多啊，所以伊赚足多钱的啊，到甲伊老来，特别往生的时啦。也叫叫来，甲讲，囝，我甲你讲吼，我做生意会当赚遮济钱呢，
实在是有秘诀啦。有的人讲来甲咱买物件较俗，其实大家人拢爱来甲咱买物件。我有这个秘诀，我要传予你，叫伊甲迄个牛啊拿来，甲伊讲。咱趁钱拢伫这只牛啊里头，那咱有当时阵讲，我较贵甲你买，其实无较贵哦，但量呢，咱共摕较侪来。咱有时讲较俗买人，其实无较俗啊，其实呢，咱有减量互人。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？囝听到呢，都甲老爸问好真清楚。老爸呢就讲，这个亲啊，内底有安尼的机关啊，所以你后边，那要卖人的物件，会记哩，就是亲啊讲情，自然呐，无遐侪量。你都会当讲摕遐侪钱哦，这个技巧你爱学起来哦。那要买物件，会起哩都爱往后压落去，自然嘛会当唔免予人遐侪钱。哦，囝听着心情艰苦，原来老爸赚这啰钱哦。这个钱呢，实在是真无天良。不过看到老爸呢，暗暗一喜啦，伊个囝就对伊个老爸讲：“老爸啊，你放心啦，我会代替你做功德啦。”那安尼老爸呢，唔知囝对伊讲会替你做功德是啥物意思？嘛想讲，我来死，你来当甲我做一挂功德嘛，真好。安尼，伊离开啦，往生啦。这个囝呢，甲伊老爸呢做一场呀仪式的事，伊都请真多的出家人啊，来甲伊老爸超度，迄当阵叫做超度吼。迄个时阵呢，伊对这些出家人真恭敬，但是呢，在这个中间，迄当阵嘛是拢爱烧物件嘛，伊呢就对啊，迄个经拢读完啦，伊真虔诚礼佛了后呢，把这个亲啊拿出来，伊呢把这个亲啊登天。在天中央啦，起一个火啊！在真侪出家人的头前啊，他就把这个亲啊压火灯，落落去迄个火里呢烧，就甲伊个老爸讲：“老爸啊，我为你做功德，但愿呢诸佛菩萨啦。”为我见证，我从今以后啊，绝对呢大量出啦，小量入啊，来弥补呢老爸你过去，所以这个亲啊，我也已经呢对你去啦，所以我永远唔免用掉啦。了后烧落去的时，真奇怪，两条啦，的乌烟啦，安尼不断的一直起哩，真长，一直呛到面顶起哩啦。大家人真清奇啊，奇怪，到底这是安怎呢？结果呢，这场佛事做完了后，三天后啊，伊有。对上生的囝，忽然间呢，无疾而终，两个拢同齐安尼死去啦。啊，伊的心都足艰苦的，推心挂
福啊！我两个这么可爱的囡仔，我为我的老爸做这么正大，我老爸较早呢，伊安尼做遐尼歹，都会当生到我这种呢善良的心。是安怎我这么善良，即马才要开始做，我那两个囝无张地安尼死去呢？迄阿妈就忘记一个吧。白发苍苍啊，搁再呢，全身都是白色，就来甲伊讲啊，本来啊，你的老爸所做的业障真重啊，报在下一代你的身躯里，尤其是呢，你迄两个囝呢，是要来拜你的家啊，你一当阵也要安尼做。有发这个愿，大量出，小量入，将你的老爸所做的愿业呢，做一个给消掉、毁掉去啦。所以天哪、啊，把这两条的业量呢，收回去，不免偌久，你的目会赶紧怀孕啦，佮予你两个呢，真好一件。果然无偌久，伊的太太怀孕啦，同款生两胞胎，囡仔足乖足聪明的。后来呢，这两个囡仔大汉啦，去京城考试，得双状元回来。这呢是过去有安尼的一个故事，各位。真正贪人的物件，无定就是报在后代嘛，无定着呢。所以咱应该呢，爱定啊培养宽大的心量啊。咱呢对家己呢，爱真正爱好好规律自己，用宽大的心呢去对待人人。所以咱的心嘛，会当头做善。但是呢，也是会作恶，所以大家呢，善恶之间呐，敢那伫一个界线之意，所以爱时时多用心啊。